记录肖战，记录和他相关的一切。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。在这次直播中，是这位 CEO 主动提及的肖战。原文是这样的 ：Xiao Zhan has been incredible for us. The last 48 hours, new ambassador from China, and we had an incredible, incredible first 2 days. 翻译过来就是过去这48小时，肖战真的太了不起了。我们官宣后，这两天真的太了不起了。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，CEO 也真的很兴奋、很激动，而且丝毫不掩饰对于肖战的称赞，更是直言希望有一天能在台上把大家聚在一起。这是任谁都没有想到的吧？不仅仅只有观望的网友，也包括一定数量的肖战粉丝。事实上，经此一事，一种超乎往常的自信悄然之间便在肖战粉丝群体中间建立了起来，史称顶奢之最，出自小景笔记。粉丝对肖战是极度慕强底色上的极度怜惜，这两种情绪得一种即可得天下，而肖战得到了两种，而且都是极致强烈。一条令人拍案叫绝的评论